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，透过 Google 空拍竟然发现了高雄暗藏有神秘的巨大日晷，就连在地的居民呢都没有发现。而这个日晷其实就藏在高雄公务局位在桥头新市镇的办公大楼，这楼顶直径有长达30公尺，上面还有罗马数字，还有避雷针，而上头阴影呢会随着太阳而移动。不过当初设计建筑物的营建署表示，这其实只是装置艺术。位在高雄桥头新市镇的这栋白色圆柱形建筑，远看像水塔造型，但镜头拉到屋顶，上方竟然藏了巨型日晷，直径30公尺，正中间的避雷针阴影会随着太阳移动，指向白色罗马数字。特殊设计，连在地住了十几年的民众都没有发现，又没注意看，那根本看不到啊！外先生看啊，我有看到它是有 V， 我是很好奇。可是我不知道它是时钟。这栋建筑其实是高雄公务局冈山养护工程队的办公大楼，透过 Google 空拍画面才发现顶楼是一个时钟，站在底下可以看到罗马数字。而这是营建署民国91年设计，他们表示顶楼的飞碟造型是储水用途，至于上面的时间刻度只是装置艺术，参考那个客家圆楼啊的外形，上面那个设置哈，该这只是一个屋顶的一个时刻的一个造型，唯一能看到它的哈就是空中的飞行物在飞机，所以它可能就作为一个对照的一个参照物，附加这样的效果，确定不是做一个日晷使用。另外，营建署表示，指向罗马数字的避雷针只是恰巧，毕竟阴影太短，时间可能也不准确。尽管如此，建筑屋顶藏巧思，还是让民众有惊喜感觉。记者全人课程。好，高雄采访报道。